希望大家在真的进行演算法的训练之前，可以先思考一下，哎，数据的本质、数据的内容、你的数据有什么样的特性。举凡在环境监控，可能常见的人脸识别啊、指纹识别等等的，或是保全系统，像是哎，这是不是入侵者，还是是我的大楼里面本来的住户。刚也是我们在做内车道违规右转的时候，那外车道很容易发生车祸，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要把这个行为追踪做的智慧交通的管理，统计左转右转，乃至于用更远 AI 的方式去取代那个多个摄影机的方式。